轩辕教。守业，守业。生命光华，生命光华。严格简介，严格简介。台湾皇帝庙，台湾皇帝庙。附记，附记。轩辕教，生命光华。序，第一集导论，第二集宗主，第三集教义，第四集修持，第五集中国宗教史，第五集中国宗教史。中国前期宗教概要。一，依皇帝正式建教，有人类便有宗教，此语极为正确。特远古之宗教极为迷信，如以现代眼光观之，只可称为迷信之宗教，或曰神话之宗教而已，而实际的宗教价值则待考虑。中国宗教发展最早，自亦不免迷信，也不免神话。为吾人所称之前期宗教，不能以迷信为凭，亦不能以神话为借口，当根据宗教最高的形式及今生的理论，以叙述吾祖建教之宗旨，庶可窥中国宗教的真谛。伏羲、神农两代历史岁远，宗教详情记载甚少，不敢妄加论证。轩辕皇帝开辟我中华，一切文物制度具照其端倪，宗教自亦正式建立。